请大家到红毯前准备团拜。一二，喂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喂喂，一二二三，一二，喂，一二，一二。
你闹。请进入内殿，准备进行参香。天运岁次甲辰年，农历八月十二日，吉旦良辰。关西金缓宫罗刹元帅新建新宫，动土齐安，绕境大典。欢迎中华统一促进党张安乐总裁莅临参香祈福。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，率领各党部干部同仁进香关西金缓宫罗刹元帅暨六位正神，行三敬香礼，出敬香，请拜。恭祝关西金缓宫罗刹元帅暨六位正神神威显赫，香火鼎盛，再敬香，请拜。预祝金缓宫新宫新建圆满俊成，祈安绕境平安顺成，三敬香，请拜。祈求党务昌隆，宏图事业利禄亨通，财源广进，请吉香。恭请出献花，请先。
请以身说现。现。现财帛，恭请总裁进现财帛。现。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先生，率各党部干部同仁，由关西金环工主持江汉明及副总干事林正阳，全体委员陪同，在晋江金环工罗兆元帅暨列为正神，行三敬拜礼，一敬拜，双手合十一拜，再敬拜礼，拜。三敬拜礼，拜，礼成。掌声欢迎我们的张总裁莅临关西金环工，欢迎总裁，欢迎欢迎。帮忙拿。元帅动土齐安绕境大典，鸣炮贵宾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及关西金环工主持江汉明，公主江婉瑜，主委陈明通，副董事长苏荣禄，率领全体干部委员执事一同，请向关西金环工红毯行台奉祀太子元帅，列为五谷众神，行三敬香礼，出敬香请拜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，和敬平安请拜。
预祝关西金环宫今日道庆大典圆满顺成，三敬明香请拜，祈求罗刹元帅列位众神庇佑，今日参与活动人员车辆平安，南天百福，女纳千祥，请吉祥。工作人员请收香。在敬向红坛行台列位文武众神，行三敬拜礼，一敬拜，再敬拜，三敬拜。李成掌声欢迎，欢迎我们张安乐董事长，欢迎张总裁。那么我们有请我们的张总裁。各位乡亲啊，各位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新逢我们台湾的保护神罗刹三太子的圣诞啊，有这个荣幸啊来参与盛典。那我们知道啊，四川宜宾呢，翠屏山呢，是我们罗刹三太子的祖庙。我想呢，因为现在两岸的交流很重要，神明的交流更重要。有机会了，我们那个金环宫啊，我们三太子的这个信众们啊，我们好好交流。就像妈祖的，现在妈祖两边交流的很热烈啊，那现在我们三太子要开始交流啊，我想就是今年找个时间，让三太子呢保护我们台湾以外呢，还可以变成两岸的和平天使，让我们台湾呢永远啊风调雨顺啊，然后大家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，谢谢大家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今天的骑马炮的鸣点，我们请三敬拜敬拜仪式哈。掌声鼓励！江汉民理事长准备明年第二门的骑马炮，再敬拜，三敬拜。有请江汉民理事长，我们明年第二门的骑马炮。
Thank you.
Yeah.
好，走。
Thank you.
跟着顶后面，去叫，好了，去叫，再叫我不算呢，可以啊，可以去叫。